因为我还没有毕业，所以现在目前还正在打中信杯黑豹棋，就是在高中的比赛都还没有结束，所以就是跟着球队教练这边去为每个比赛去做加强调整。然后当养乐多队念到自己名字的时候，真的非常感动，也非常开心，因为在从小的时候就是一直都有在看日本职棒，然后也很想要有一天可以加入日本职棒，然后昨天当下就是真的非常开心。哇哟！就这个球捞起来啊！有大满贯呐，Home run！其实我蛮期待的，就是因为我们前面这几场就那个氛围就有点像在打季后赛的感觉，就是快到满场，然后很嗨这样。然后我觉得我们要直接晋级台湾大赛，可能那个球迷的呐喊可能又更大声，可能人又更多了。这个可以换做一个是给我们自己的一个动力，就是你如果打好，全场都知道你是谁，就是跟人家可能在别人的地盘打得很好，别人就很记得你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就是更想要在客场表现好这样。我用这一棒在左半边方向，应该结束了，比赛要画下句点抢了。不回来了。最终的结果又是味全龙队在9局下半再次反超战局，挑战到模样的再见高飞牺牲打，连续2天的赛事都在最后的关头跟同一支师队来 say goodbye，拿下了连胜。当然，对龙队来说，比赛真的是非。阿妈飘飘吗？时间
有没有音乐停下来可以吗？还是我是？